要小姐。当然是双胞胎一起来啊，来挑。Got you. Yes. 什么？我。这个版本，那好漂亮！这里也有一只。会惨的。哎，看冲浪雷丘，哎，哦，不是，是阿罗拉雷丘。我记得以前好像某个特殊的版本嘛，有个冲浪皮卡丘，然后还可以在游戏里面玩什么冲浪的小游戏。白痴了吧？结果先弄出一个阿罗拉雷球，自带冲浪板。然后，挡住了都撞死了。诺克，这个直接撞死！谁敢挡我拍照？玩游戏。也可以算拍到皮卡丘。WHAT?!
いいね。新発見だ。いいね。頑張ってね。画宝这样子吃的吗？但他从未很直接做爆章鱼后一 PK。
そろそろ。おかえり。是什么？跟马娘可以扯到关系？美丽花，哦，哎，你这很硬要哦，什么东西不是在一直重复？龙不就是在重复同样的事情？这个共通点太硬要了。我原本想说你还可以扯些什么，扯些什么东西出来。很劝退的机制，いいね。他现在能 push 我去继续刷，就是因为他把一些新的生物，然后的解锁条件摆在后面。就是你一定得去，你一定得去刷，刷你就拍不到新的地图的宝可梦，烦啊！不然能不刷就不刷了。我就是来看宝可梦的，对，看活生生宝可梦，我。干的要死要活的，而且他条件又不给你，给个提示也好啊。委托的跟白痴一样。よろしくね。被踢掉呢。小，想不想拍出爱心鱼的漂亮照片？就是提示哦，我去你妈的！
搜索反应。攀跟斗不是拍了吗？刚那个不是攀跟斗。对，午觉我明明也有拍，我刚刚没拍吗？ねえねえ。我接。在。可能吧。頑張ってね。好的，打通呢。你一代说我这么胖哦，啊，他原版有这么胖？啊，我刚刚没选到路线，这个拍下一只。
到底有什么。そろそろ。待ってたよ。怎么？又拍一张雷丘日记。すごいぞ。すごいぞ。因为它一定有晚上，它是特别标白天，代表还会有晚上吧？它不开给你。解锁条件不能讲得明明白白的吗？那大跳级。
我踩他屁股。我怎么丢？默默地跑出来，往走开好吗？好的。他有个难拍的了。家伙，好帅哦，很帅的，亮一步，そろそろ，突然多了很多只新的，突然很兴奋。おかえり。原来是施舍吗？看你可怜，出来给你拍一下。竟然是选这张，
ストタイミング。いいね。新発見だ。ベストタイミング。新発見だ。いいね。两又这么低分，会不会评分啊？博士，照片我在拍的，那边一呢一呢一呢。新发现だ。いいね。第一点欠揍。我也没看过，不认识的家伙。頑張ってね。变帽啊，种子。刚刚反击有没有要中止？他起来了吗？但是鲤鱼王刷什么存在感？古代遗迹，哪里呀？那我标个古代遗迹，可是我没拍到。那是的，脚也太差了吧！我看他那个好靠背哦，哎他，那还有，哎，不跟前面那个而已。差不多，就是他各种不同的时机去触发那个发那个泥光状态，造成不一样的效果。
爱。来吃来吃来吃。いいね。嘿，よしよしよし。拜。有尾了。啊，前面那个没触发，九尾就不会出来。那不会死啊！我们在里面镜头怎么死？我们在那个船里面，我怎么会？おかえり。第五代潮汐宝可梦。但是好漂亮哦。还是我觉得好看的宝可梦。都玩剑盾的时候就想要凑一堆很香很香的宝可梦们，如果没有撑到那时候，我的妹子养成计划失败了，夭折。对，没几可以养。始めようか。被砍太多。嗯。いいね。ベストタイミング。看。いいね。人形。人形已经算有了吧，背人形就是那种双脚站立的，你有不少了。最夯的不就是这个？对，那个叫什么？忘记。花花草草的那一只哦。草系，草系跟超能力系，啊，对对对对，差太多，那种就算是类人型。よろしくね。国民女神，美艳的外形。那个我还有听。女装大佬，啊，知ってるかな？那再去拍一次那只火神儿，拍完这只儿。揍平！过来啊！これは。スワリングを何回か当てたら、あの炎消えないかね。光るの
猴子，要丢啊！丢到。但这一关真的很白痴，真的是在玩射击游戏，气死我了！还给你上个，那关是让我目前玩起来最想打 BOSS，BOSS 还有护盾，你得先破盾，破盾完，然后帮他上 buff 你才能帮他拍照，靠北。但我真的很出戏。我原本对这款游戏的印象就是，我就是来拍照，是来欣赏宝可梦们的生活作息，然后还放这种 BGM， 妈的！就说你别怕哦，往哪去？哦，还一次只让你交一张照片。这一系列的操作，第一次玩还是觉得有点新鲜，觉得他操作很恶心。前面这样玩一玩，玩到这边，哎呦！我都以为我要打 BOSS， 结果你身为一个摄影师，你今天还是要先拿疯狂拿苹果进行攻击，赶紧拍照。我白痴啊！然后他还有卡，好小，还有卡那个，用这个卡你的镜，不能好好拍照吗？很好奇他那个一筐宝可梦到底是什么，到底有没有属于他这个游戏的自己的招牌，还是都是旧的宝可梦？因为他旧作有梦幻，听说解锁难度也是超高的，跑哪去？跑走了。哇，我想会不会有原创的？但没有。
不能退出调查。そろそろ。マジか。那怎么只剩下你？你的小伙伴呢？被抛弃了吗？怎么会走？以价位来讲，它这一款价位其实蛮贵的。就目前来讲，不过它价位大概再便宜一个三四百块，我觉得还差不多。以它现在这个价位，原价去买，我真的觉得不值得。特别提，它基本上算是跟《魔物猎人》隔没多久就出的，好像1790吧，这个爆炸。就他是当大作在当大作在卖啊，量上我觉得还行，但游戏深度内容还没那么厉害，那玩法也没有说特别什么，自己是觉得有点恶心。那个现在玩到200多万分的，我觉得很屌哎、欸！怎么玩的、啊？玩到200多万分，哦对，他如果后续还卖。后续的 DLC 还要再卖钱的话，那一定被喷爆。而且他一定会出 DLC， 就看是要收费的还是不需要收费的。按照他这个价位，至少我觉得啦，第一年，好啦，一年好像有点久，大概至少前两三次吧，要放一些。免费的大型更新，不然光现在这价位要吸引人进来玩，应该说要玩家去愿意买单都很难。听说销量已经没有很好，现在多少分呢？看一下。96万，听说总共好像有200多只吧，200多只，然后每一只都有四个星数，那每一张照片平均大概都是3-4千左右，所以。800好了，800
等于3000240万。啊，追求极限的话，可能可以上限大概可以到400万吧。上限应该可以拉到400万。是，会不会有那么变态的玩家就不好说。我印象中，刚刚看排行榜现在最高两百六还两百七啊。开，说开始优化一些系统，隔了这么久才说要优化吗？好，好了，至少都说了。亚洲区的有200万，全世界的现在最高270万，最捧场的还是日本玩家吗？自己家的玩家最捧场。呀，万人迷发图。管你剧不剧透，哇操！竟然有沙奈朵，哇，这张好漂亮哦！有人说不愧是什么？竟然还有皮卡丘齐飞鱼。看别人的照片就会发现，到底怎么会有这些照片的？怪力还会去游泳，哇！为什么这张图被 ban 掉了？那还会爆色吗？前面还是想说不要看剧透，现在已经不知道自己。这个人的图是怎样？走个超大型的，我见世界一位大姐。哦，哎呀，欸，原来我之前都拍到他的屁股，那就奇怪，为什么我之前拍的分数，原来还有正面？这手好可爱。学习，刚刚那张真的蛮像的。靠北啊！这是怎样啊？我觉得自己是故意的。那脸都塞到苹果里面，不白痴。突然发现，游戏的乐趣可能就在于看别人拍一些奇奇怪怪的照片的嘛。哎呀，竟然有闪图，然后点个赞。欸，还有敌鬼，还有敌鬼洞窟这路线啊，洞窟我好像没有去过，我这个开这个路线，但怎么会有这么多东西啊？遗迹。恒龙，我就说它也是宝可梦招牌，一个哎，好，
突然发现好多我都没看过。看，看，真的有梦幻！我操！编剧，干！喵喵！拍出梦幻来啊！好像怎么拍的？啊？那就会去玩这个啊、哦！在丛林哎、欸，在丛林晚上，还有雪拉比，我操！还要雪拉比，耶！好漂亮哦！昆虫，月圆晚上，这样看起来我还有不少张图没结束哎、欸，可是结束好痛苦哦、喔。他，我看我前面就看人家拍这张，怎么拍的啊？这张真的很可爱。编辑怎么拍的、啊？好屌哦！还有月亮伊布，你看那只，那只好像是阿尔宙斯哦，啊，那只好像也是某一部剧场版的主角。到底是怎样？你就是想说一只，它一只差不多了，现在一只、两只、三只、四只的，妈呀！原本我已经，刚才想说我已经玩了大概玩个87%差不多了吧。目前看起来，我可能玩个50%而已吧。东西啊，到底有多少？我的妈呀！天哪！到拍的心好嘞，嗯，是认真的吗？什么时候传说宝可梦这么不值钱呢？还是他在放什么技能？四只是怎样？我可以检举吗？好想按检举哦！什么东西啊？
拍成这个样子。水箭龟，大钢蛇，补一个，不要停留在87。到底怎么拍到的？跪求教学。我觉得这款大概是最需要攻略了。啊，这自己拍到。怎么拍个？怎么拍啊？天哪！今天这样，今天也没跑什么新的地图，也没遇到什么新的，对吧？有几只啊？跑到几只？太阳伊布，要天子伊布那几只，我觉得遇到的时候都会让我有精神一下。宠物一直跑的时候，是很紧张，尤其是看在研究所里面，底下那个洞里面死都弄不出东西来，不白痴。没有啊，他出没上面都有写啊，但是他，我觉得他应该不是机遇性的，都是机制，他都是有一定机制让你去触发那只宝可梦出来，因为他有已经有四种配合啊，扫描、丢荧光球、唱歌。苹果，它就是四种组合搭配，然后各种不同的时，就这几点就很搞，然后又不给你任何提，所以你就是你不知道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情。是个可能的，那提升等级就已经是个问题。而且如果是像你讲那样，它某些金属好了，不要讲哪只宝可梦什么，我觉得甚至也可以直接跟你明讲。不行，因为他图鉴就等于是他在给你一个期待感，所以他图鉴不会跟你讲。但是我觉得星宿至少可以讲一下，他星宿
明明就可以跟你说，就是你在已经解锁一只宝可梦图鉴之后，明就可以说各个星宿要怎么去解锁，明明就可以直接跟你这样讲。那、啊、剩下玩家有没有自己有没有去搞到，就是另外一回事。你根本不知道他解锁条件是什么，那你就只能瞎鸡巴乱拍，啊，瞎鸡巴去试。去试就算了，他最让人诟病的地方是在于，他车子是自动前进的，其实某方面就是时间限制，他限制你在短短时间内你得做多少的事情，那你就是得一直得重复，一直得重复，一直得重复。因为玩家被强迫去进行重复性的行为，这一点很难。但它香的地方就在于，你可以看到活生生的宝可梦在生活在这些环境里面，然后有进行各种互动什么。我觉得这一点很香。我觉得你要同时拍的高分又好看，非常难的，因为它的计分的机蛮死板的吧。刚刚不是看一个排行榜，一堆超级大头，越大分数越高，它其他也有些影响，但大小影响很大，大小是占比非常大的。刚刚看别人这样子，好有好几个，还有好几个点没有开。我觉得甚至地图也是，地图也可以先跟玩家讲说总共有哪些地方可以拍，然后也讲一下解锁的条件，让玩家有个目标去奋斗。不然老实讲啊，我原本以为我已经解锁完了，不是也不理我啊，我原本我以为解锁完了，剩下可能就在这几张图里面拍，可能是顶多再解锁一两个吧。刚刚看一看，感觉啊，至少还有四五个点，还有四五个点还没有进。这样，玩个拍照游戏，我对。弄攻略真的麻烦的地方在于，你每一只，应该说麻烦的地方在于是它的解锁那个条件，每一只要去解用它治它那个一二三四，这样子吧。
一星跟二星，它是差在哪里？我原本以为就是不同颜色，但也不是。公母没有查，公母他就应该说宝可梦系列的作品他都会弄进来给你看，然后有些细微的差异，大概就这样子。我来看我这些回血看。四种颜色，好可爱。回味了100年，白木一，长得超像数码宝贝的，霓虹龙，你的眼睛呗。帅的神。Thank you.
强硬的大竹葵才会输。退休而来宝可梦，可以摸它的吗？我刚才想说，它都不会动，现在真的可以摸。好耶！好了，我大概感受到它1790的价值在哪里。可惜，啊，如果后续真的能慢慢这样补到全系列的话，那这一款肯定神作卖爆。啊，如果数量真的能补到各系列全部都塞进来的话，然后一直加新的岛，这一款真的。可能每个宝可梦玩家都会收藏吧，可以随时进去游戏里面看一看。啊，如果真的能加到那个地步的话，1790绝对不贵。但是它后面的 DLC 假设啦，真的它要补进来要额外花钱的话，可能也会玩家也会买单吧。看价位而已，但我觉得应该是不太可能。哇！六颗，小鸡鸡，原来那是他的手吗？还真不知道那是他的手哎。
啊，带着眼泪，宝可梦永远的强者，化石一种。 再回去看我的前提。一步。啊！可爱哦！一脸哀怨。 虽然不追求事情，我还是想把自己拍进来。拍进来就可以放在图鉴里面吸了。我原本还想说，到什么就算了，先懒，把那些有的没的。但是看到他这个图鉴，想要把他们收进来。 何かが欲しい。どう見てもここは秋だよ。あ、也有君子。
东西跑出来了，我这样看到东西跳出来，没看到，一个，还有很久，没出了，要好好仔细啊。 苹果龙吧，哇，没拍到。 おかえり。 Yeah.
よし。いい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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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ナイスタイミング。